七零。咱们应该抹点那个美黑油，穿上比基尼在这啪一晒，哇！为什么要黑油呢？反正都得黑，还不如首先让它黑的有点好看一点。别那么村儿，别那么山炮啊！别那么村儿，别那么山炮啊！山炮，东北话。我就不能说话，其实我往那一坐，其实挺美的，挺美。最好认识最后一句，就是我穿上来是挺美的。哎，娜姐呢？去买单了，好像是拿着我的。